大家好，我是静啊。今天我们做个玉米饼，这样做的玉米饼口感润滑，又软蓬松。现在我们开始和面，搅拌成一个可以的面和。少放点白糖，促进发酵。顺着这个方向搅拌成一个可耐的面和，盖上盖子，醒发20分钟。用热将发好的面直接倒入锅中。煮面已经好，盖上盖子再焖2分钟。到煮面已经好，这样我们蓬松柔软的玉米饼就好了。出锅，小饼就做好了，是不是特别的好吃啊？